小圆方，好吧，不带进化有必要吗？拉扯，你是没看过我的拉扯吗？圆方能杀我，把圆方小老弟吊起来打。他们在杭州啊，明天我就跟他们见了，好吧？感觉这一看像是大半年还是一年没见过他们俩。你学的几啊？学的二呀。别让他一技能飙到我了。等两下，全漏。完了，带错技能了，好像是有点不对，我感觉我带进化就把他杀了呀。你说的对，这个拉扯不太 OK， 兄弟。但带闪现有带闪现的好，咱们不急于一时的爽快，好吧？为了后期的打架，闪现收割，完美。护甲鞋，当他说护甲鞋的时候已经代表他怂了，好吧。面对一个已经怂了的对手，还有什么好畏惧的吗，兄弟们？我希望我的队友能稍微跟两下。挺烦的呀，这二技能出来就打一套，我还拿他没得整。你好像玩的挺开心。快点快点快点，你救我。告辞。好像被他压了一点钱吧，1600多我300啊。我想放箭跟他去打架，我不想跟他对线了。李白在下路，我们把中路线吃一波吧，转波线。带着干扰应该没事。拉扯，那橘子对上路是一点想法都没有啊，兄弟们。把线清了去中路走，跟他对着玩没意义。我来我来，哎呀呵，这一头我这个没 K 到啊。那转到上路去咯。他一技能已经用了呀，技能已经用了，这边在蹲红，我们过去帮帮忙，可以打。哎，又不是我的，
别炸我。那你去吧，你大家都好了，怕他干嘛？OK。 啊，他怎么死了？吕布是在往上靠。这吕布为什么也不在下路打架了？他推塔呀，他结果选择回来拿这个鸟，我的宝啊，推塔呀！他们那边已经输了呀，孙膑嘛，大家都懂的。我不敢翻滚过去啊，他帮我要踩视野。我翻滚过去，那个元方主在厂里面给个二技能，一三技能我就死了。继续发育，不着急。这老哥死了呀！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打野跟对面的射手换了，上路应该是没人守的，我们直接把上路给推了，好吧？这一波动起来，这是我们的一个机会。好，他过来了。哎呀，好烦呐！这个人真的躲的技能好难受啊，打我。不是吧，大哥？哎呦，兄弟们！哎呦！打这个貂蝉就得慢慢打，你知道吧？就急不得，跳一次我 A 一下，跳一次我 A 一下，你这胡乱 A 就是 A 不到呀。下路能把塔给推了吗？我看吕布已经游了八万次了。能不能让我把这个中路给点了呀？来吧来吧，李白在我屁股后面，但好像李白被卡住了，我们把塔给点了吧。那这样是赚的呀，把下路线再一推，看中路线能不能再推一推。哎，没必要啊，大哥。
就是我拿不到头啊。他们每次打他，他能升级，这才是逗的很呢。啊，奇不奇怪啊，兄弟们？我每次点他点着点的哥们儿，刚好升级，那个十字预言给他疯狂嘎嘎回血。刚好厚的墙翻过去了。来吧，兄弟！哎，哇，这个皮肤感觉还是挺好用的呀。哇，这个墙我一滚滚这么远。哇，这个翻滚是看起来好像有点顶的呀，啊，这个翻滚，吓死我！怎么还不升级啊？一波了呀！一波一波，兄弟们！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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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谢谢雨阳，谢谢。希望大家多多关注，多多转发，拜拜。